島タオルボンジュー島啊、各位同学们准备要上课了，麻烦尽快回座，谢谢。各位同心，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王州长，好、哦，带来演讲。啊，大家，各位同心，啊，大家早安，大家好。啊，这个时间，吼、哦，我来甲大家介绍，咱台湾是一个海洋的国家。啊，咱未来台湾含过去，咱对海洋的这个规划，啊，未来的台湾，咱要来做。好，啊，要来讲这个题目进程，我想要来确定一件代志。咱今仔日大家来参加台湾民政府高级班的训练，应当拢是家己要来的不？无人加钱，甲你逼讲你都要来参加台湾民政府，无嘛吼，嘛无人提钱讲拜托你来参加台湾民政府，对不？无。咱拢是家己主观要来，咱来目的是啥？目的希望台湾未来会较好，因为这是咱共同的愿望，嘛是咱今仔日伫即个法律还未了解进程，咱感觉讲即个国家去有一个中华民国的政府，伊安尼甲咱管，管甲，互咱用要生活袂落，咱明明看到足侪无合理的代志，是安怎？拢会安尼继续落，有人贪污无代志，有人无贪污有代志，啊，这是什么款的社会？咱今日看足侪代志看袂做哩，但是咱拢无法度。咱讲好，无咱大家小招来用选举的，大家用得选票支持啊、哦，所谓讲伊为着台湾来咧拍拼的民进党，结果选到了后发现讲嘛是无效，是安怎？关键的一点，这个国家无正常。这个国家因为无正常，所以伊无需要用正常的方法对待这些百姓。伊乌白甲你付，乌白甲你弄。伊用一挂政策，今仔个下在讲安尼，下暗讲安尼，虽然拢伊讲的，伊讲的拢对。啊，咱免啦，咱直接忍气吞声，互这个政府甲咱管，管甲咱差不多用要活袂落去的时，咱嘛无伊的法。好，你家在即马，咱发现一条路，这条路会用彻底来解决台湾的问题。咱有曾经足侪前辈，你甲咱讲，讲咱就爱甲即个中华民国甲安好倒，外来政权甲安好倒，咱来独立，咱来建立一个台湾国。但是，咱如果是安尼做的时阵，敢真正有法度达成咱台湾人管家己的即款的目标？看起来足诚实，但是你安尼无半步无好，用足侪力，可能嘛牺牲足侪人的性命，啊个财产，迄叫弄一个所有的国家出来了，你才发现讲死啊！你这个国家无人要甲你承认，是安那？人家问你讲，你凭啥物独立啊？你无半步，就算你用武力来解决，你国家的权利何里摕到？你甲美国讲无，阮即马家己一个国家，咱来建交。伊讲是啥啊？你一只成立一个国家，你敢有即块土地的主权？伊讲有啊，我人住伫遮，就是算主权。伊讲你有读册无？你了解国际法无？你了解主权是啥物意思无？我去年啊，两摆去美国。啊，为着台湾民政府，咱去美国本来啊、要做的代志，一届做一个密密麻麻，第二届阁去一撮。我拍死讲后摆啊吼，尽量会用卖去美国，去美国伤忝。恁台下台湾哦，台北甲高雄都足远啊，你为西花飞到东花，我讲我不玩了，太累了，关伫迄个足细可能机内底，真正真忝。我伫美国，含美国人。在那里讨论这些主权的问题，
啊，阮有两个，一个是美国的台湾人，啊，一个是我。伊伫遐咧交钱，讲台湾人有台湾的主权，我讲无，咱无咱的主权，因为我的认知，台湾的主权是伫本天皇的。啊，伊讲无，咱台湾人住伫遮住遐久啊，一代一代传的，所以这块土地主权是咱台湾人的。结果边啊，一个美国人讲，恁一日讲啥足奇怪，因为啥，主权无属于人的啦。这都不是讲咱买厝，讲十分，讲遮即头前即块车道，咱将分五分之一、十分之一。主权是人的啦，主权是啥的？主权国家是啥？国家无一个人啊。有皇帝的国家，主权就伫皇帝手头；无皇帝的国家，主权就是人民选出来这政府的负责人。如果是总统，对总统的手头，一定到尾有一个人。啊，总统落任了，伊就甲这主权交予后一任选着的人。所以讲，恁两个人讲拢唔对。台湾人，你用台湾人这个主体，要来讲有主权无主权，拢唔对。一个主权必须要有国家成立了后，伊才有法度有主权。你还没有国家成立主权，这块土地无主权，你必须要建立主权。啊，问题伫倒？问题台湾。你才有机会阁重新建立主权，哇！去用 claim 去啊，去用主权建立过啊！啊，所以咱今仔日来遮受训，有一个足大的目的，咱来足彻底来了解台湾这块土地主权的真相，卖去让乌白灰灰假，嘛卖乌白弄无用假，咱足侪啊主张台湾要安怎处理的这些前辈，因所用的方法。到尾啊，证实当会失败。因足侪努力，到尾受到一个无形的阻挡。这无形的阻挡是啥？美国。足侪台独的运动，伫遐隆隆隆，到尾啊，其实是安尼无落去。美国毋是足重视人权吗？啊，是安尼，即为着台湾的人权，讲咱要家己来负责即个国家，是安尼，美国一直甲咱阻挡、阻挡、阻挡。啊，但是。伊会用甲咱站无要紧，但是伊袂使予别人甲咱站。咱会记哩有一届伫 WHO 开会，迄届伊个秘书长是一个中国人，伊就利用伊秘书长的职权，发批予即个 WHO 的会员国先讲台湾是中国一省。结果谁跳出来？美国跳出来讲：等下等下等下，你是安讲台湾？你袂使台湾的地位，毋是你联合国任何一个组织会用决定的。你袂使安尼写，奇怪！啊，美国占咱就占啊，惯习惯习啊。克林顿去中国提出三步政策，简单讲，台湾人无主权啊。啊，谁啊？甲咱占都会使哩。啊，外国人、其他人甲咱占台湾，讲哦，这台湾中国一省，美国就会跳出来。原因伫倒？我因那么奇怪啊！美国唔呐，咱是说哦，反家用可以扒，袂使互别人扒。原因即马大家应当清楚啊。原因就是台湾这块土地目前还有美国有管辖权，伊的权力伫落伫美国手头，所以要拍，敢会用拍？别人歹势，这我的物件，你怎拍我的囡仔？你凭啥物？去年菲律宾甲咱的渔民拍死，我本来真生气，讲我伫插你哦，我要和中国讲。结果过无一个月了后，迄个国务院的发言人伊表态。讲这件代志爱处理，菲律宾马上乖乖乖派人来道歉赔钱，搁因迄边的录影带全部爱提出来检查，都是人拍的，都是人开枪的，爱处分，那会180度的转变，这中间一个足大因素就是美国，啊，所以今仔日咱做任何的努力，绝对无法度去袂记哩讲，目前咱台湾主权的新闻地位，啊，搁是美国占领。美国有绝对的权力来处分台湾的代志，啊，只是政治上人不爱讲较白，啊，你爱看有，你也看无，你拄到一个无形的障碍，你安那努力拢无效。所以今仔日咱来台湾民政府受这个训练，咱有一个目标，非常清楚的目标，要解决台湾的问题，必须要依照法律。这个法律第一关，咱必须要来和美国来处理台湾的代志。好，你家在，您即卖拢靠啊后来受训。其实咱台湾民政府成立无偌久，但是上届困难的
一段路差不多拢行过啊。第一就是过美国，过美国过会行，人要甲伊接行，这就赢一半。啊，迄阵要哪互美国用接行，伊的要求咱打开始全懵懵标标，唔知影，啥都有法都行到今嘛。艰苦的代志，秘书长拢已经经历过啊。咱台湾民政府这些前辈，拢甲足困难的代志，差不多拢处理过啊。啊，所以今仔日来遮大家收魂，一开始准备要来收尾啊，要来处理中华民国伫台湾这件代志，咱来开始来收尾。啊，收尾了后，咱未来政权转移到台湾民政府了后，咱要安怎来建设台湾？咱对台湾的愿望是啥？其中有一个足重的重点，这是中华民国这个大陆的国家，伊来台湾了后，伊敢若想要等于阁恢复伊款哦，全世界认为是世界中心迄个国家。中国人真正可怜，中国人含因所讲的迄个永存伫中国下骹有一个国家叫做夜郎国，同款的想法。夜郎国就是全世界是伊中心，结果伊去别人讲讲，啊，你都一个屁塞大个国家，啊，无几个人，你就是你世界中心。我去英国留学的时阵，我嘛去哦，我英国的指导教授搞西面，我去无偌久，伊讲来同学来阮家食饭，甲阮实验室的人同步就去因家食饭。我第一届去因家食饭时，看到伊的餐厅张世界地图，我看哎呦，这张地图印唔对。我甲阮老师讲，这张地图做成印唔对，你是安盗版的哟？那中迄个国家是抗英国。我讲你敢知影？中国伊是安叫做中国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就对世界中迄国叫做中国。啊，你奈个恁英国地图那个英国抗的地方？我老师伊也无去甲我编，伊甲我问两件代志。伊甲我讲，我问你吼，你知影啥物叫做远东无？咱知影嘛？咱台湾是拍远东扫棒赛嘛吼 ，Far East。你知影中东无？中东定咧烧钱，咱嘛知影。啊，近东就较少听诶。伊讲你知影是伊倒位来讲这个名词？讲远东咱拢知影。啊，讲远东就是距离英国上界远诶迄边诶东边。啊，过来算到等下中迄个叫做近中东，靠英国上近诶叫做近东。啊好，伊佫讲啊，无安尼啦。我阁问你，你知影世界有时区嘛？吼，啊，零点里的，中心点的，讲格林威治啊，格林威治里的英国啊，安尼就问诶，倒一国是世界中一国？咱所讲诶地理诶名词，全世界通用诶。你讲远东、Far East， 大家拢知影迄是倒位？啊，用啥物做标准？叫做远东，向较远，向较近，向伫中英国。所以全世界只有中国那个看头看面，说我就是世界中国，大家都要来叫我做老大。这款的国家伊要灭亡还是要分裂是早晚的事情，不知道自己的轻重，敢要碰风。包括现在他们很多武器说哦，歼二十歼三十含那个 F-35 有法度比不好，大家来打看看嘛，来打看看嘛。人美国所有的武器都有实战的经验，人伊遐侪经验，伫实战经验起来发展个武器，中国伊遐个什么歼二十以上个，拢毋捌拍过呢，好大来拍看卖，拍落就知影像真正是烧钱个武器，也是玩具。啊，所以中国伊即款中国人个傲个性，为伊个传统每一个历史个教科书记忆力，拢是中国上敖，文化上悠久，文化上优等。但是这款叫做家己唔知影死亡，咱台湾未来重新再来一届，重新要来重建的时阵，咱来彻底摆脱中国人这款的以家己为中心，甲他们家己上高，这款的思想也无改变，也无甲咱原来迄个固有思想，咱只安来爱去害害危险，咱来甲这个观念改变了后，台湾才有一个新的未来。啊，所以在这海洋的概念里面，我们未来台湾是一个海洋的国家，我们要在台湾这些地方依照我们的特色，我们的优点来和世界不一样的国家来竞争，
来让人看得起，人感觉台湾厉害。台湾有厉害本钱无？绝对是有，不管是人还是资源，拢是有。你讲人，咱敢有比人更高？有啦，咱台湾捌出诺贝尔奖得主，大家知影无？李远哲嘛，其他拢卖讲，迄可能有的是中国人，但是李远哲是本土的台湾人。啊，有法摕诺贝尔奖，表示讲伊有一款的基因，有跟头脑。啊，只是伊要摕诺贝尔奖的环境，必须要伫国外，伊是台大法律系毕业的，所以伊伫大学进前教育拢伫台湾。安尼，这款软教育都有法度，甲这李远哲教到后摆有法度变诺贝尔奖得主，台湾人看外巧。我伫英国留学的时阵，我嘛会发现讲，我绝对无比英国人较含慢。啊，所以咱台湾人绝对有本钱，有这个资格来世界和人共同站起，互人尊重。所以，直接我提出咱未来对海洋啊的建设四个概念。咱台湾是四边拢是海的国家，四边拢是海，一个足重要的代志。你就是必须要了解海，你若对海无了解，咱未来要安怎来利用海，你就行无路。啊，所以这个海的问题，基本上咱要用四点来看。第一点就是海权，海权的问题和咱的主权相同，但是伊的观念无同款。伫陆上的主权真简单，拢看会到，望山同河做界线，无你嘛爱。定起啦，围起来，这就是阮这国，怪恁哩国。伫陆上未变，但是海咧，咱即马看到南海，中国含越南迄阵伫遐咧争，伫遐弄，伫抢啥？抢海权。啊，抢海权，要来界定讲这是我的，这是你的。所以奥巴马即届伫因的西点军校演讲时，伊讲一件代志非常重要，讲中国伫违反国际法。在南海这个问题，伊感觉中国唔对，但是伊要讲人唔对，进前必须要哪，必须要法来依据啊。无凭什么讲这是你的，这是我的？你凭什么讲越南是对的，中国是唔对的？所以要求因的参议员较紧甲因的海洋法较紧甲定出来，赶紧通过。海权无遐简单，陆上较简单，因为啥海权较麻烦，因为海会涨潮，会退潮。有的东西没看的，退潮浮出来，而且海底有海底的地形，海底也是和我们陆上一样，有山有坑谷，而且都是来定主权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但是看不到，海又在那浮浮沉沉，去平都没参考点，你明天去定这是我的，这是你的，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很困难的学问，必须要全世界来共同来检讨，来定一个规则。所以海洋法是一个发展中的法律。啊，咱必须要有专门的人来研究这海权，无到时去讲，人讲未通。啊，咱去较细国家讲未通，就去用欧盟的里面啊。所以咱必须要对海洋法、海权的问题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去处理、来去研究，未来较袂去吃亏。第二点就是生态保育，这全世界啊，拢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生态保育，全世界一般大家概念讲啊，生态保育就是要把足水的鸟啊、足水的鱼啊、足水的植物那保留起来，无去死去，无去消失去。因为啥啦？两个目的，一个目的就是观光。咱只要有足水的动物，大家就来这看这水的物件，咱拢赚观光的钱。第二，咱嘛希望咱的子孙有法度继续看到这款鸟，唔是看标本尔，因为看到活的。所以生态保育的观念，足济拢是用这两个出发点来咧讲说服。其实生态保育有一个更加深的概念，咱人活伫这个环境内底是足迟钝的一种生物。咱一定要看到，哦，水乌去啊，落去啊，鱼啊死去浮起来啊，臭去啊，哦，你讲水有污染。咱一定闻到空气明天有臭味，讲啊，空气有污染。但是还未到这严重之前，在这环境内底，其他的生物有诶作敏感，伊就挡未掉，会翘起，还是开始有变化。
不管伊个数量减少去，还是个性别改变去，这拢是一个特征。伊比咱人较敏感，啊，咱拢做过经验。今仔日啊，已经迄个工厂废水甲灌入去田内，入浸入去土内底，种起来已经变成革米，革米田，即个田拢袂用尽，都要变废根、废地。啊，你讲要伫面顶起厝创啥，拢会污染、会阴影伫遐。啊，即要安怎处理？土也无讲摕起来洗洗，哦，拍好打，把遐个重金属洗掉，洗袂掉。啊，变呐，只有新的科技也用来处理这個，但是。如果啊，已经走入去环境，咱感觉讲啊，会害啊，都对咱人有影响啊。定定，咱来开足济个金钱、时间，啊，佫有当时也无法度解决。啊，住伫高雄，就知影高雄有一条前镇河，前镇河已经互母甲臭公公伫前镇河边个人，窗仔都毋敢开个时，你看母偌久，即嘛佮下乡讲开窗仔尔。你啊看前镇河，敢有法度土下底变作白，还是讲？原来黄色的无啦，遐偌久偌久，到都全部改变。安尼，咱对咱的环境、人的敏感度较迟钝的时，如果阿要客人发现讲啊，这环境有污染呀，已经袂好啊啦。所以生态保育一个较深入的概念，就是讲，足侪生物活伫咱这个空间内底，含咱活做伙，伊比咱较敏感。啊，伊也无去，表示啥？环境有变化。咱人也袂感觉环境有变化，有啥物生物无去，咱就要肯找出源头，是啥物原因，让这些生物全无去。而且源头找出来，咱人也袂感觉到迄款的污染，咱来处理较简单处理，较有法度马上彻底解决。啊，所以生态保育的较深的概念，其实是为着咱人来做一个啊环境的指标。咱有法度伫环境阿袂足大个变化之前，较紧知影，较紧找出向造成这环境变化个原因，较紧来个改变，开始有新个法律来定讲，你排这出来有影响，来管制。这生态保育对咱人永续伫地球面顶要来带落去，非常重要一个概念。啊，第三就是永续个发展，咱一直感觉讲，哦，咱台湾足济石油，有天然冰。无唔对，即个资源拢是伫遐，但是这是有限的资源。你要地球要甲即个植物带落土卡，经过千万年变成石油，即马土卡底石油是数量固定的。你要讲哦，无咱个做石油个带落土卡，你等个偌久物件带落，个会变石油？咱人可能等袂到，即、這個、地球可能无法度等个遐。啊，所以即马伫土卡下底石油，都、就是你用一粒。这地球就减一粒石油，这款就是有限的资源。如果咱若要来利用这有限的资源，甲开物件，咱即马开会到，咱囝开会到，孙仔开会到，但是早晚一天无的时阵咩呐？咱的生活水准已经加到较悬啊！啊，但是你有车有发电机，无油他驶，遐车会变哪呐？你规个生活会崩盘。何况甲涂骹下底石油摕起来烧。人本来遐碳拢在你涂骹底，你摕起来烧变成二氧化碳，二氧化碳要走去太空真困难呢，所以拢掉在啥？掉在大气层内底。啊，所以就是咱即卖温室效应，今年会作热，先甲大家预告。因为啥啦？今年是圣婴年，两年一届。今年是可能嘛含九五年有关系款，唔知是安那？今年就特别奇怪，是1998年有一届。圣婴年，迄热一个全球气候乱七八糟，全球了几啊条，损失几啊条，气候变，生物灭绝。啊，今年会阁重复1998年迄届圣婴年。啊，所以咱也无法度把咱地球的资源做一个永续的利用的概念，咱会把地球规个污染。迄阵就毋是讲台湾人也有法度活落去，是连地球的人可能都无法度活落去。所以永续的发展必须要咱来开始来考虑未来台湾重新建设的时阵，咱这是一个足重要的重点。啊，其中包括啥？我有一个想法，我感觉讲我伫世界各国安尼去啊、开会去参加人的活动，足少看到奥特曼。
哦，台湾拢是倒。哦，这个我从看全世界有，我多摆遮济，就是越南。你会记越南即个甲台商讲甲物嘛，拢徛奥多摆出来。六五个国家甲徛奥多摆。啊，你讲啊，我无徛奥多摆，无你叫我徛赛车，我就无法度赛车。我、啊、奇怪，外国人，比如讲英国、美国，伊嘛无讲，大家拢存比咱较好个呢。啊，是啊，因无咧用奥多摆，一个是习惯的问题，另外是一个是。因大众的运输做了真好，啊，所以今仔日台湾也要变较好，我多摆绝对爱解决。啊，所以这是啥？永续的发展的一个概念。你啊，我多摆坐，你就伫遐烧遐啊油，放出来的空气就是歹。我多摆要安解决？其实我有一个含郑州人咧开讲，我两个咧规划讲后摆哦，我多摆规定伊啊吼，时速袂使超过60，因为啥啦？奥多拜本来就是骑骑到遐，伊毋是要互你为台中骑到高雄的呢。你一二五五花段，你看要一片，迄是要互你骑长途的。但是台湾，你啊发展这款汽车，互伊五花段一二五，啊，到时真麻烦，大概就开咧乌白扫。互伊60，你今日我就起来走呢，爱食电，安尼贵个，大概你敢要阁骑奥多拜？囡仔嘛袂骑奥多拜去偏偏偏，无法度倒来。所以永续发展内底牵涉到足侪阶层，咱必须要处理的。啊，所以咱海洋的资源共款，爱有即款想法。海内底物件毋是用袂了的啊，包括你讲阿鱼啊，食了会是骨生。哦，咱较顶下讲到黑尾，即卖是黑尾鲫。黑尾鲫打开始是迄年掠万几尾黑尾，今年掠偌济？啊，即卖70几尾，你看会死啊？袂死？所以永续的发展，如果咱的政策是讲，哦，大家来吃海味哦，哇，这款政策是歹的政策。啊，苏家全迄阵啊，和东港人，哦，因为海味季，大家拢知影东港赚足侪钱，但这是赚三年好光景过来，你海味愈掠愈少，愈来愈贵，食有法多食会起。啊，去遐观光，你也去东港，你讲，这个东港无啥物改变，人好个啊，但是就是安尼尔，素质加安尼尔。第四点啊，的概念就是讲，咱伫台湾必须要知影讲，咱的限制伫倒位，咱的能力抗战伫倒位，咱必须要含国际合作。国际合作是中国人足欠缺的一种思考，因为感觉家己介敖，另外一方面嘛是惊人和人合作，规样我去用旁去，奇怪咧，你若有才调，你哪有可能规样用旁去？你滚下红螃蟹，就是人看你无在钓。这是我伫国外一个足大的经验，就是你啊，你合作的时候，外国人拢分较足清楚。咱这个研究你贡献偌济，迄大家拢讲甲会用提出用算的。但是用半步，你甲出一个样本，讲话即个台湾有，你替我分析，到尾讲这你有贡献，伊讲没有，因为你甲提供样本来。好好做内底解决问题，找出答案拢是管，所以到尾啊，你啊勉强个摆去上界无重要所在。啊，你讲哦，安尼袂使，安尼拢叫规划派，啊，无你家己来做啊，会使。到尾你家己做，你做半下包做袂出来。所以这是中国啊留落来即款足奇怪的思想，惊人规划旁去，啊，家己阁无才调。咱有才调无？咱绝对有才调。所以咱唔免惊和人合作。我做学生啊时阵，伫台湾啊读研究所，我一个题目，我感觉哎真有趣味。我甲阮老师讲，咱哪袂和国外合作？因为阮老师讲做要20年，做袂出来。我讲咱和国外合作可能真紧，就用找出答案。伊讲袂使，因为外国人的技术、外国人的团体、外国人的仪器拢足先进的。咱和伊合作，到尾啊。咱汤甲料拢食袂到，我想想，本来想讲伊安尼钓，到尾我出国了后，佮发现讲，啊，即款咧，你做死人你也做袂出来啦，因为你的眼光甲思考甲遐尔。但是咱必须要突破这，咱第一爱甲家己加强起来，第二咱绝对爱和人合作，爱展现咱的实力。其实美国人、英国人、外国人甲你合作，先进国家的人，伊拢做公平。伊袂甲你拗，敢是惊啥？惊你含慢尔。啊，所以为着要完成这六个工作啊，咱
要有这六项的工作方向。其中我想要讲的就是海洋教育跟文化。海洋教育跟文化对咱来讲非常的欠缺。咱古早啊，嘛无外古早，我细汉的时阵，小学有一个课文叫《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为什么还不回家》。啊，你做囡仔时阵读到这课文，你就会想象迄情景。我妈妈，迄船出去拢无看的，啊，要回来，妈妈要回来，海是非常恐怖的，海会把人淹死的，海最好莫去碰伊。咱的教育一直予咱莫去接触海。后一个囡仔都市，哦，迄个海边就围起来，危险区域，其实甲啥物所在拢危险啊！水里要甲唔知影水性，你绝对会堵死遐嘛。即个。有一个伫高雄吼，紫观高中一款吼，一个学生啊，走去烧水啊，三个去烧，两顿啊，两个一个淹死。迄校长记过，哎、校长去接受访问的时候，这是我的错。我想讲，学生啊，肚死含校长有啥物关系？敢校长甲车落海底互淹死的？伊讲伊有行政的疏失，行政的疏失是倒？我到尾才知影，原来是安尼。因为我最近拢去高中招生，啊去高中招生，种五月因迄落考试考了，啊去迄考主任都讲，哦，啊即摆学生足麻烦，即摆上考试考了都免上课，但是爱个六月初个毕业，我这段时间要创啊？啊我看电视啊，学生啊拢关伫教室，拢看电视，啊看了是啥物啦？滑手机，啊老师诶，老师坐伫讲台，大概对上，讲来变来一个月。你老囡仔今年是高三的，拢差不多这款的。啊，你讲叫遐个囡仔，你安尼个管边啊是海，你老师一个无看到，选去海边佚佗啊啦。啊，你说要怪校长，你凭什么怪校长？啊，但是这个体制就是一定要找一个来怪，找谁？伊袂反抗的，甲巴落，伊就佮伊讲对不起，这是我的错，迄款的。所以，咱的教育必须要予咱的后一代爱了解海。海不是那么恐怖，海下去不是一定淹死的，包括危险的地方，你说去那危险的地方，你也知道水性，其实你有办法收回来。啊，我们没有这种教育，不要去哦，危险也去会死哦，你也没办法接近海，你就没办法了解海，你没办法了解海，你就不可能去欣赏海的水，你没办法欣赏海的水，海的文化跟海的文化不会产生出来，你就一直說什麼說，海是恐怖的，當負面的，所以我們必須要透過教育，讓我們的後一代對海有了解，愛去海邊佚佗，愛去海邊冒險，愛去了解海不同樣的形式和狀態，我們到處在我們台灣這個海島的國家產生我們獨一無二的海洋的文化。咱台湾本来就水，啊水，远远看水啊，所以常常咱讲，有当时啊吼，有个人哦，小姐敢用远远看，拢袂使近近看，近近看拢变安尼哈。台湾嘛是一个真水的小姐，但是拢袂使近近看，近近看你要看土石流啊，海河口污染的问题真侪，最近台湾。含咱永春、西班牙、葡萄牙讲，哦，这美丽之岛、佛摩萨已经无同款啦。爱无同款，啥物原因？一方面是人为啦，一方面是天然的啦。你讲落雨都无法度，啊，台风来都无法度。但是落雨永春无落遐济啊。永春敢会讲，你一个月雨一公开落了，无即款代志啊。但是现在这常常会出现是怎样，因为是人去破坏环境，气候随着改变，所以你怪天然哪会这么无情的同时，你必须要反省我们人对这天然的这改变，其实我们要负很大的责任。我们台湾四边都是海，其实这个海不是只有一种，咱含澳洲做相像，澳洲是一个足大的岛，啊，伊四边各种的生态拢有。但是你若要伫澳洲，甲所有的生态甲看一遍，
哦，你可能去遐几个月，啊，看会了。啊，台湾嘞，台湾坐一年偌久？用三天两夜，互你真熟悉安尼看，台湾所有世界上看会到的海的生态，差不多拢看有。譬如讲，咱有湿地生态，咱河口的生态，河口是一个足好养殖的所在。咱营养拢为山顶哦，遐土内底哦，烂起的树啊，流落来海拢集中一只两边，荷花两边营养拢足悬的。所以底下饲鹅啊，饲蛤啊，这是咱传统啊、有河口拢会用来做这养殖的事业的所在。但即马足侪所在拢未饲只啦。啊，虽然是未饲只，但是有当时啊，咱咪看到一挂报道是乌白报。最近你讲啊，桃园观音的海口啊，是毋是讲鹅啊是全世界含铜量第一名？大家刚刚看到这个新闻，我看讲哦，第一名。我对第一名做迄种做迄个研究，我看伊个数字，因为我之前捌做过即款的研究，我感觉这数字怪怪。啊，结果我去查资料出来，佮发现讲，歹势哦，你输人输点点啦。第一名是啥？当然是中国啊！即款代志，中国绝对第一名。伊算出来，咱迄滴啊，桃园迄个铜含量只要2000 ppm 呐，人中国熬遮少，中国有一个所在。叫九龙江，就最近车弄了一条江，诶，出海口，伊偌济呢？一班。咱两千是要甲人比啥？人一班，而且一班了后，你啊看迄鹅啊偌水诶，拢绿色诶，拢宝蓝色诶，纯咱那个白兮兮。啊，所以伊迄个研究就提出一个啊、因为咱进前伫鹅卵石。冒绿牡蛎，啊，绿牡蛎爱偌济含铜量，伊个变做绿牡蛎500，啊，所以2000看个白惨惨，我就感觉伊个数字有一点仔问题，啊，佮过来佮算一个讲，哦，其实伊啊算伊个失踪，诶，佮较济乌白算，我就看个去记者听唔对，还是讲迄个公布迄个环保团体乌白讲，我看起来这数字无一样倒起来，啊，但是为着啥？我就要凸显遐污染。啊，海水内底有干嘛遐济重？无，海水内底无可能遐济重。所以你去怪环保署讲，你来测水，拢无咧注意，遐内底重较悬，你拢测袂到，真正测袂到。因为啥啦？遐鹅啊会甲遐重累积起来，海水内底无可能较悬的重，海水的重差不多0.1 ppm 以下。啊，但是伊伫遐一吸一直吸，好半年都发了吸过2000。啊，所以你去怪环保署，你敢骂伊嘛？笑起来讲，你白痴，你都我都无法度做，迄爱去做生物的累积量，到后头看过有污染无污染呢？啊，所以这乌白母，但是乌白母在台湾就咧乌白信，传咧乌白汉，我甲讲这叫做伪科学，就是利用科学底下咧做一做新闻，这是咱未来啊、哦、台湾的教育。爱特特改变这款嘞，无百姓拖咧乌白相信真麻烦。咱来东北角吼、哦，有足侪这款嘞岩礁啊，石头的花啊，石头的花的所在，你都免囥肉粽，甲伊都石头甲花顾啊好好好。啊，咱伫啊花莲啊苏果外海有这款嘞啊，出去免远远啊，都有法度看到洄游的这些鲸豚类啊，这些海洋生物。啊，现在鲸豚类，你也用伫美国，我一过去波士顿，啊去参观波士顿的 New England 的水族馆，啊，参观水族馆的时阵，伊有一个节目讲用去看海洋，呵呵我坐一个差点后悔到要死的，因为坐到遐就跳个跳不夹袂起来，吐一个都唔敢讲伊，啊，迄海况足歹，啊，底下有看到这個，但是咱台湾真方便。船出去无偌远就看得到，有当时是岸顶你就看得到。所以台湾真正是真无同款的所在。好，这款叫做海底温泉。海底温泉这乌乌的这是硫磺，硫磺泉。
啊，这一般的世界啊，吼，有这款的流风船，大部分拢是5000公尺以下的海，啊，遐日头拢照袂到，啊，日头照袂到，是啊，这种生物咯，这叫做管虫，红红这，啊，这生物是啊，无日头无法度生命，因为咱地球上生命来源就是头，啊，植物光合作用来生产这些植物性的物件，啊，来供应生物来建立这个食物链。在这也无日头，啊，谁要来做生产者？这是一个新闻啊，学内底啊，一个新的发现，就讲哦，这有一种细菌，这细菌呢，食这硫磺，伊就有法度利用硫磺来代替太阳，来产生能量，啊，直接做生产者。在咱台湾有无？咱台湾无这款的温泉，但是咱有这款的温泉。咱伫东北搞这孤山岛遮。你看这北部这些什么物件，拢海底温泉，迄偌深，才20公尺。哎啊，你若呛水了，看起来大概像安尼。啊，一路这得喷温泉口，啊，这黄黄的这硫磺，咱这嘛是硫磺泉。啊，这个我朋友啊，郑明修教授，你看伊伫遐笑的笑的，我看伊当然是笑袂出来。硫磺因为水底变啥？变硫酸。然后，伫遮咁好过，伊甲我讲吼，这真正拼性命做个研究。伊迄个面附近的水的酸度含醋变酸，无你用醋来泡面看嘛，你看你感觉呐？啊，温度出水口，这温度超过100度。这款所在，你想讲有物件活伫遮？有，这遮敢有一种菌啊，活伫遮？啊！即阵即马活伫遮，伊是凭啥物活伫遮？活伫遮敢有较好？生物，咱若看，生物活伫一个环境内底，一定有法度生存，一定有条件。啊！伊是安要活伫遮，所以阮朋友就是研究讲，是安别行拢无敢活一种尔。即种活伫遮，但是伊拢活伫下骹遮啦吼，伊袂活伫遮，因为遮都变色去啊，伊活伫遮。我这温度就只要30通度啦，吼，无遐悬。啊，但伊嘛是真酸啦，比一般的海水较酸。啊，一只有啥物款的好处，伊会一只形成一个生态系统。啊，这就是生物学内底无法度解决，讲是安那伊要活伫只。啊，去阮朋友甲解答出来，解答出来了，伊这个研究发表伫全世界上较好的期刊，咱台湾可能是第一个。生物的研究发表在这国际期刊第一套的，所以伊到尾啊，那篇论文发表了后，伊就变成螃蟹，以前呢横着走，伊伫台湾就横着，因为全台湾所做生物的人，无一个法度做这款研究，全世界个认定一流的，啊，所以到尾伫台湾时，就变螃蟹就横着走。这个螃蟹底下你啊看伊的脚，伊的脚足奇怪。你一般去菜市啊买钱嘛，饲啊，伊脚拢哪拢夹刀，对吧？夹刀是安那要相拍，夹刀就是讲相拍时要甲对方的脚夹好断，还是要甲夹不死？但是这个脚是病，伊那存咱恁硬菜去食自助餐硬菜迄个夹啊，脚是病，那存老有钱那骗钱啊呢？哎，奇怪，伊那无存夹刀。伊那演变只脚，本来那夹刀，大家拢用夹刀，伊只无演化做夹刀，演化做夹啊，甲把答案吹出来。这面顶是黑潮流过所在，黑潮是为赤道一挂足营养温暖的海水，杀去北边，走到日本遐去。黑潮对咱台湾来讲是一个足重要的洋流。啊，伊上来先，当然伫迄面顶对黑潮来有鱼群。哎，鱼群现在对你行，因为面顶足侪浮游生物他食，所以走来到遮时，阮朋友当开始研究想，奇怪，有一段时间呐，就落白色，哎，个白色捡倒来显微镜下骹看，哦，拢细只鱼啊，细只虾啊，大家有捌去买布纳无？菜市啊，布纳啊，啊个青的青什么色？透明的嘛，无啦，唔是白啦，透明的，你唔捌去哦，你乌白白。透明的，透明的，伫海底日头照，你根本无看的，所以目睭看无遐物件。但是啊，煮熟咧变白，所以变白啊，落雪安尼落来，啊
你想看卖，如果你是要食自助餐，迄、那个自助餐拢发一加刀互你夹菜，你也无甲累甲奇怪。迄加刀是咩人夹菜啦？当然那种夹吧嘛。所以食的生物，因为伊的生活的环境，伊免含人相拍啦，啥食袂完啦，迄个时间到，食饭哦，能煮熟落来才会食。伊家伫遐客家吧，伫遐硬就好。伊遐资源，伊个食物的来源，根本都互因食了有剩。大家免相抢，免相拍，拢食有够。啊，所以咧，这就是一个足特殊、特殊的生态，全世界无人知影。咱甲这个答案吹出来，甲世界公布。阮台湾有一款全世界正特殊的生态，唔知有好多。到底世界一流的期刊，啊，台湾啊，佮有这款地步无？啊，佮有，啊，佮有。只是咱有法度坚持，因为刚开始我冇参与这个研究，我袂建议，吼、哦，啊，这有法度，这有个酸，有个烧，伊讲伊大概等于拢很无味。讲哦，那遐臭酸干，那是啥物物件？啊，伊还坚持专，我本来有差不多四个团队伫遮咧做，到尾有当剩伊，所以。坚持的人有法度得到最后的成果，就是这上盖好的咧。啊，所以伫咱台湾有真侪所在，包括这珊瑚礁。珊瑚礁，咱的概览内底讲啊，咱的珊瑚礁是垦丁嘛吼，垦丁是上盖大的珊瑚礁。啊，佮有呾绿岛、南苏，这珊瑚礁唔是普通的珊瑚礁，全世界有珊瑚礁的所在，都要伫赤道南北23度以内。拢有珊瑚礁，啊！但是全世界干两个所在有足侪种的珊瑚礁，超过200种。你讲夏威夷冇珊瑚礁，伊干2-3种。啊！你讲你去帛琉啊，去倒位迄款啊岛去佚佗畅水，迄、那个珊瑚礁袂超过30种。但是台湾200几种，另外一个所在就是大堡礁。大堡礁伊嘛是2-3种，全世界两个。珊瑚礁，珊瑚的种类多样性上管理的台湾甲大堡礁，啊，所以足济珊瑚的发源地，就是讲伊为台发出来，一个是台湾，一个是伫迄、那个啊、大堡礁，啊，所以这珊瑚有啥物好处？你也看这一支一支种顶骨壳，这就是珊瑚，啊，珊瑚伊是主要是骨头，伊骨头含咱人的骨头的成分是同款的，啊，你看。这定的啊，生细只鱼啊，闻入去了后，大只鱼啊要食细只鱼，伊会先偏向去堵着这。对珊瑚礁区，伊有法度生团足侪生物，因为收袂叮当的时阵，拢伫内底咧藏。伊有法度活甲，伊有法度躲避伊的天敌，伊较出来。所以，生物的种类足侪足侪足侪，啊，无同款足侪。所以，珊瑚礁伊唔呐讲啊是。有好只生物在遐生活，伊对人来讲嘛足重要的资源。有珊瑚礁的所在，即珊瑚礁对即个所在贡献拢非常高。伊个价值，咱以大堡礁来讲，予澳洲赚足侪钱。咱台湾有法度赚这款钱无？你讲去大堡礁含迄只大只石斑翕一张相转来，迄只石斑嘞，嘛是搁伫遐。翕到后你袂记哩，迄个石斑老死去啊！因囝还阁继续哩翕相，迄个石斑拢袂无去。啊，但是咱台湾石斑拢怎代？哦，拢伫餐厅伫桌仔顶，包括最近迄只，进前莫拉克台风伫东港遐个石斑池流出来，走去垦丁大个龙头石斑，迄龙头石斑是足高个，伊就种固定伫遐。啊，所以本来遐唱水教练要带人去看大只石斑。拢免找，去啊就找到，到尾无去，因为有地域性，伊袂乌袂走，伊袂讲走去串门子，走去别位，袂，啊为啥啦？唔那个倒去倒顶个，台湾就是安尼。如果咱有法度把这个资源留落，永续来经营，大家卖用虚情，大家用摄像机、用摄影机落去，把这个水个摄出来，像安尼。其实，伫垦丁已经愈来愈侪唱水的教练，已经无要带伊个啊观光客落去，是要拍鱼啊！大家拢甲加工来，安那欣赏啊！
你是献了暗时，佫无同款。啊，足济上献了后来展览，大家哇，这只水伫倒，我带你来看。王者这个鱼啊，永远都伫海底。你佮摕起来佮相片，这叫做永续经营的概念。啊，但是嘛，有一挂白目的，就要佮拍起来，你嘛无法度。啊，所以唔呐，讲是。咱对资源的利用，其实这是台湾最重要的一个观光资源。咱若好好利用，咱其实同款赚足侪钱，但是咱无需要把台湾的环境污甲垃圾里头。所以整个咱台湾海洋的国家，必须要了解咱和世界同款，拢面对海洋这四个危机。第一就是。鱼仔了伤济，第二就是大个所在，即生物大个所在向破坏去。第三就是环境的污染，咱一直开发咱的工业，一直要让咱生活较好，结果垃圾拢沉落海底。第四就是气候的变迁，即个真歹处理，非常非常困难。顺应现象其实永存无定定发生，但咪即马两年一轮。啊，有当时啊，会有反顺应现象。啊，这情形安怎来？这拢是咱伫环境内底一直制造污染，一直等到尾啊，环境的反扑的结果。咱来看其实像咱鱼仔掠伤济，因为咱熬掠。伫我细汉的时阵，我住伫安平，台南，啊，我就是住伫安平有一个运河的边啊。啊，就自细汉，阮兜出去就是渔船港口。啊，永存呢，船长带渔民去掠鱼，伊必须要有功夫呢。啥物功夫？伊要看天色、看方向、看水色、看水流，知影讲即马伫遮网啊放落，爱放偌深。因为你无看落去，你才知影放偌深，啥物鱼伫倒一个深度，啊，你船爱驶倒一个方向，鱼啊安尼走。啊！你后壁约你永远抓无着，你一定爱含伊无共用，你毋则呼伊起来，啊无你定下咧约鱼啊，鱼啊就走了了。啊，所以你要抓鱼，迄爱偌济经验，所以船长抓鱼抓无鱼啊，大概看本事。啊，即马咧唔免，即马有一台机器叫做鱼探机，鱼探机一个拍落了，伊就甲伊讲，即摊会用弹来袂用弹，鱼啊伤少，你鱼网啊放落。渔船你拖起来就要加用油，啊，揪揪起来，结果只一摊勾起来鱼无够遐油钱，免抓。好，拍了伊有法度甲你讲，即卖鱼啊有偌济，游倒一个方向，水深偌济，你船啊就开始敲上盖好的姿势，网啊放落，开始抓。啊，所以加这个机器，荷兰的渔民差不多。啊！你也好，我都看有鱼探机的，你就用做船长啊。有钱买一只船，你就用来做船长啊。啊，所以咱抓鱼的技术愈来愈厉害。啊，包括船只，啊，这桥都无直接走下去，这叫大型围网。迄个洄游性鱼类，大只船放只细只船出去，塞一领，把只鱼仔框伫内底。啊，迄是哪围墙啊？呢，一个鱼网的围墙。啊，围好了，下骹网骹甲缩起来。缩起来了，缩歪嘞，就像安尼磕杂杂。啊，安尼的啊，吼，莫怪咱咧无鱼通食啦，吼。所以咱也看永存含金嘛，吼，五孔年含二孔一二年，咱的鱼啊，有你也看，这个现象，就是一个结论。过去咱抓鱼啊，拢有法度凊彩两大只，今摆抓大只足少，拢细只较济。永存用足济种鱼啊，互咱抓。即卖用抓的愈来愈少，啊，所以咱必须要开始改变咱的观念。鱼啊，毋是食物，毋是鱼啊，生出来就是要咱食。咱要把鱼啊当作纯野生的动物，种狮啊、扒啦、鹿啊同款。咱袂讲下昼要食饭，讲来咱来后山拍一只山猪，吼、哦、来食饭。你袂啊，你袂讲加菜去拍山猪啊。因为咱在山地是野生动物啊，要食猪肉当然是菜市啊买猪肉店面店猪肉嘛。啊，所以咱啊，把这些海里的鱼啊当作是食物，咱就会产生咱头拄仔讲迄个效果，鱼啊愈来愈少。
啊，佫有一款概念，其实是啊，因为咱无了解，加看到一个啊影，生过来囝，即只是啥？大白鲨。这是伫咱宜兰壮伟迄阵抓到一只大白鲨，吼，真大只。船长讲，我今日做一件好事，即只也无佮抓起来，然后伫海底毋知咬死偌济人，我害啊！这是安那？因为有一部电影叫做《大白鲨》。迄、那个大白鲨就像有人性，伊知影讲都会有人要共咬，伊爱血腥味。大白鲨毋是即款个性嘅人啦，茫共误会。大白鲨伊袂去攻击人，伊大个所在嘛含人离足远，除非伊嘅导航系统问题走来岸边，伊足少走来岸边，因为岸边毋是伊生活嘅所在。啊，你无代无志，家己抓起来，因为大白鲨嘅数量全世界愈来愈少。啊，搁存在黑尾，咱头先讲的，今年到即摆才掠到七十几只，啊，永水是掠万几只，所以即款政策敢着？即款政策啊，中国话有一句话叫做“竭泽而渔”啦，就是讲即个库拉最挑的无一只走会去，吼、哦，最可恶的逐只掠起来，大细尾拢掠起来，食食掉。这个竭泽而渔，咱如果政策是安尼思考方向。我台湾哦，无偌久嘛，是互你靠个打打打，所以必须要改变这款想法。有一个政策要开始行的时候，未使甲看到感情。哦，感情要赚偌济钱，咱就甲补落。其实周启宏今年有想要停，伊感觉讲安尼补落唔对啊，但是伊失去伊的生机。去年迄个菲律宾甲咱的渔民拍戏的时阵，迄就是去买一条黑尾。啊，即届。拍死了，因就开始思考讲：哦，如果咱若继续推行这款尾鱼季，还是讲要抓第一尾、哦、第一尾，啊，就来大家拍卖，来冲第一尾，啊，来拼第一尾，继续上好。如果继续安尼做，渔民真正会搁去冒迄个险。啊，所以去年因就开始思考，咱今年就卖安尼做。但是伊当时宣布，今年三月，伊宣布讲今年无要尾鱼季吼，啊，今年。哦，差点周克荣用拆食落腹，人渔民拢准备好，今年要赚一摊，赚会着，赚袂着，佫另外一回事。你无要去变这個，阮就免赚。去管政府甲抗议，抗议了对嘛？啊，好好好，今年继续。所以政策伫制定的时阵，含时机做关的。如果去年菲律宾甲咱拍死了，伊就来检讨讲好，利用这个大家情绪，感觉讲哦，去掠海有可能用拍死哦。咱安尼卖，莫来讲渔业的迄资源的保护，咱来讲生命安全。咱若去安掠鱼，安尼危险，所以明年以后，咱来改变形式，无要办尾鱼。我相信伫迄时间点，安尼宣布，绝对无人会反动。大家讲卖啦卖，危险死人呢。但是你即卖现正大家准备好啊，要去趁一摊，你甲讲袂使。所以政策含你的时间点。你要实施的时间点非常非常的重要，你也无考虑时间点，你政策无法度推行，百姓逐天在乱，你就真麻烦。所以，这个明年敢会阁继续？我伫伊明年换馆长啊，无伊个代志啊。看像即马听讲啊、哦，我嘛啊像潘明安啊吼，啊阿伯还没算迄叫什么呀？什么梁啊？啊，就迄个什么龙啦哈，啊，简太郎哈，甘太郎，啊，我逐天拢看到伊的迄个广告的看板啦，讲绝对有人要甲害。伊的口号是啥？你知影？帆船，你也念下经叫做帆船，冰船呐、啊。伊家写一个帆船啦，伊嘛要啥物要帆船，我嘛看无。伊家写个帆船，大概行过来讲，哦，伊那要甲台屏东帆船，不要屏东冰船，屏东靠海，你不要冰船。啊，这些酸蛮酸啥物意思的？所以咱啊，即马食鱼啊方式，咱这个啊掠鱼的方式无改变，继续安落。目前的数据推测，2048年无鱼啊通食。啊、所以咱敢要甲迄船啊，甲来角度来改变，袂赴啊！无鱼啊，是当白生啊！你要讲互伊恢复，无法度恢复啊！即马啊，阁有咱必须要改变咱对遮个渔业的概念。其实
一寡先进的国家开始有咧思考，咱必须要甲要食的鱼啊，即个蛋白质，爱来改变类似像咱要食猪肉、食牛肉即款的方式，爱计划性下来吃。咱到底消费量有偌济？哦，啊，国外较简单解决，啊，台湾人较歹流落。台湾人拢爱食鸡块，哎、欸，你要食过黑无？唔捌咧，哎呀，食真好食，暗时大家鱼也食起拢港味。但是你无食过，你就现讲哦，这样咧想尽办法，一定要拍起来蒸啊、煮啊、看煎啊，哦，无同口味，一定要食鸡块。我台湾人食鸡块，我真系该食食死，我讲，迄有诶物件是要吃哩。所以，咱对鱼诶概念必须要改变吼、哦。啊，这。栖地的破坏，其实伫咱四周围拢真熟悉啦吼。这就是台东迄、那个要起饭店迄个所在，迄、那个所在外口，即阮朋友为海掀出去，伊要起的所在，即离海只了二十几公尺尔，只有台湾的一个新纪录的珊瑚。啊，这起好了，这就是漂移，我甲伊保证，这就是漂移。啊，但是啊，即马不过最后啊，最近的。啊，结果去年我咧讲的时阵是因环评有过，吼、哦、啊，但是到尾啊，今年啊、哦，听讲搁啊动来吼、哦，啊，所以去年环评有过，遐环评委员我拢个记名拢记伫我的电脑内底，这后摆绝对要找算账，这凭啥物讲环评会过？这足奇怪。啊，这样吼、哦，这嘛是咱台湾的一个报，这个藻礁。藻礁就是讲，藻类是植物，植物死了，你就变腐去，腐去就氧气都无看。但这款藻类较无同款，这款藻类有骨头，所以伊死了后，骨头会流落来，啊，一层一层一直塌起嚟。所以面顶这层是活的，下骹拢是伊的尸体。啊，所以伊一层一年，哦，大一点啊，一堆点啊，迄足济年，甲大一公分。啊，伊这款的大，全世界有。但是无像咱桃园遮尔啊大片，这是世界真有价值的一个所在，叫桃园这县政府低头。伊讲伊要来保护海岸，石浪中啊砍砍白白死，砍的照不到日头，死到永远变石头。这是拢活的石头，因为迄是藻礁。啊，结果因为低头都无法度，啊，这死的你讲要甲种倒转来，种袂转来，这拢是咱一寡问题，哈。啊，个咱伫啊，足侪工业区，因为片面对人的影响，为着要增加伊啊，要运输的方便，拢伫海边海埔新生地底下咧做工业区。啊，你甲想看嘛？因一只咱上界近的例就好了，就是讲麦寮的工业区，迄、那个六轻，伊无为着讲安那讲哦，我六轻就是比五轻较进步的嘛，结果咧。因为伫海埔新生地，伫海边拢无人管，所以伊就随在伊啊啦。伊表面上拢爱做讲哦，我爱安那做，到时拢哦安尼在无安尼在做啦。所以麦寮遐是咱台湾哦癌症比例足高的所在。啊，不只要较讨，伊拢爱分一下糖干嘛，叫你卖差。其实人的性命唔是安尼会用来换的吼、哦。啊，所以包括咱一寡天然的啊。即个景致嘛，一直伫改变。我做学生个时阵，哦，去垦丁畅水，含即马去畅水，完全无同款。迄永春伫海边凊彩乌拢有活个物件，即马拢无。咱带来海底个垃圾，你想讲拢无看，拢是啥？这是北太平洋两个大个垃圾场，因为洋流关系，洋流就是讲地球毋是伫遐。停在半空中，地球在转，它有自转，也有公转。地球自转的时候，一只球在那转，面顶70%的水，地球在转的时候，惯性作用，面顶的海水，它也对地球在振动。地球振动的时候，这水在振动，弄到陆地，它就要洗翻头。所以洋流就是很多，是因为地球振动，去弄到陆地，在那加洗，所以太平洋有这两个环流，啊，这环流都要把垃圾加到一只，哇，大呢，十公尺深的垃圾底下还袂分解啦，啊，所以对咱来讲，咱淡水海底的物件是咱目睭无看的，但是无去呢，
吃的东西你说不要紧，我吃的鱼我不是吃笨手，那都吃的你吃、可怜的是吃的，我们吃的都是吃青的鱼没去吃到、我们刚才说的鹅啊，水底的污染很低，但是它就累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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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让你的怕死。福岛我们生于日本那个地方，它那个核电厂放出的那个废水、全世界这海那么大都给稀释去了，安全啊，绝对不安全。在我做学生的时候，我就有看过那种研究，在南半球那种法国美国都不爱在北半球做核爆，在试验 核子弹都走到南半球，走到一个没人的岛在那崩在那弄，感觉对我们人类的影响最小、你想核弹它在那试爆一定有做一些防护措施，它没存在核电厂整个水给它倒下来，它这样就渐渐过二十年之后，你开始在大只鱼啊、鲫鱼、鲔鱼开始分析到核废料那些废物堆积到大只鱼的身上来，所以只要有时间在海水那些足已经稀释掉那些核废料，它会慢慢慢慢招来我们会吃到的鱼、所以现在用到还没烦恼啦，还没到那，但是经过十年二十年之后，你要吃沙西米你就要带一支辐射侦测器，要吃进前看看看会爱不爱，爱没吃，因为差不多二十年英俊的研究，二十年以上都有可能招来我们会吃到的鱼里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我们弹落的粪扫不是无去化掉，是会经过循环累积，有一天会走在我们的嘴里面。这污染的问题不是说、白海豚它自己那水垃圾白海豚会转弯，它会转不爱来，它有一些地方生物它也固定性的，你把污染去它就没有了、所以、在这上架台上我到几点还三分钟、这样、我们来讲一个例啦、这条红线、这条红线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台湾的污染、大概这个地方啊，都无法度漂亮啦。这拢是有污染的所在。在这个所在啊，其实台湾有一种生物，我来看看后边。这，蚝，这只蚝啊吼，本来在台湾哪些个这个所在拢有蚝。但是你敢捌看过？唔捌看过。第一，2008年啊吼，最后伫只布袋，阮朋友有一个学生伫做校外研究，伫台湾安尼吹吹吹，最后2008年进前，最后伫布袋，这点就是讲最后迄点，2008年以后就找无啊。啊，这校，你讲啊，这可能是。化石啦，化石生物真重要，唔是呢？这有偌大的经济价值，恁知无？因为伊个血，哪些个血，是咱咧试验讲，病医来滴讲啊，这个人败血，伊哪会知伊个败血会抽出来？爱用好的血，甲落去试验，用好的血会用来验出伊有败血的危险无？啊，这无法度用生物，啊用化学的合成，然后我靠这靠好，他说靠好来抽血，搁放倒去。所以咱伫这边吼，金门啊，朋友有咧饲，饲这几偌大的经济价值，你看全世界要靠迄干伊有法度生产，只个经济价值非常高。咱嘛免甲好掠个规只多个加价的来抽伊血，甲抽抽佮放落，佮互伊活。美国有咧生产这個，咱台湾本来只尔一个所在，嘛即马甲剩朋友有尔，金门所以。对咱来讲，咱的环境啊，无法度加维持或者生物会用住伫遮，
唔呐，讲咱后摆囝孙看袂到，咱足济经济诶方面有法度来利用这些生物来制造咱台湾永续经营诶即款诶啊资源嘛，无法度保持。好，安尼时间够了哈，多谢哈，我讲到这。各位同心，下课休困十分钟。各位同心，下课休息十分钟，谢谢。